应该现在也不会那么蠢了吧？就是另择节日再开心一次嘛，对吧？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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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总会推一个人出去。对，应该不会再立 flag 了。当红 idol 真心话三千问题大冒险，鱼罐头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画面啊，画面可能就是会比较怕尴尬吧，因为我也是可能稍微有点社恐的人，然后就是要一开始要面对很多的学弟学妹，然后而且都是第一次见面的，然后再去选出来五个人，然后代表学校，然后去做首发。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对于我来说是还是有点困难的事情了。对，我是觉得，然后这次我选出来的人，然后其实都还是比较，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的性格比较相似吧，然后都比较慢热型，可能还是如果大家熟了的话，然后可能会比较好玩一些。对于我来说，我是有尽力的，然后让他们然后能够变得热起来了。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慢热型的人，我有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对，现在还可以，我觉得。对，然后有比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稍微活泼一些。对，现在小朋友不得了，会不会觉得说自己本身有点社恐，然后显得队员也有点社恐，给自己的压力山大，这个队伍好难带。是，就是会有一点这样的那个感觉在。觉得还是有机会介绍自己学校的学弟学妹给到大家认识，然后也透过他们然后去更好的去认识我们的学校吧。对，为什么能够选择就是在早茶店跟大家进行这个破冰游戏？因为其实喝早茶是广东人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习俗，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早茶上面就是完成的。对，因为那个喝早茶然后是一个比较休闲，然后一个比较放松，然后跟互相聊天的一个过程。对于第一次见面然后而且是那么多人的时候，然后当然还是会有尴尬的时候哈。对，但是那个应该会比正式坐在那里的话，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个氛围会要轻松一些。您说过自己的 flag 没有一个立柱的吗？那最近一次让你真香的时候，你的事情是什么？啊，应该现在也不会那么蠢了吧？对，应该不会再立 flag 了。那要不要现在立个 flag？ 啊，不需要，嗯。关于明天的比赛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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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恐怖 miss， 然后做单人线的时候。周姐说她艺高人胆大，周姐大坦。行，又来一遍。就单人线，我不玩。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我是说跟你一起去密室的时候，我把你脸还害怕，那你会不会勇敢的说，来，我去做这个单人线，我来保护你？啊，不会，就是我们总会推一个人出去。就是我暂时还没有成为那个被推出去的人。嗯，都是你把别人推出去。对对对对对。上一个推出去的是谁？我们摄影师。听我说，谢谢你。饼干内藏有若干答案之处的答案，一人提出一个问题，并抽取带有答案的饼干，拆开饼干获得答案。如对该答案不满意，则需要将饼干吃掉，再拆下一个，直至拆出满意的答案为止。这些都是什么答案呀？先问一个问题，什么容易是最容易？什么问题是最容易答的？让我想，你吃了吗？没事，他今天脑子不在线。开心嘛，开心嘛。你现在开心吗？对对对，你开心嘛，好吧。
另择吉日。你现在不开心吗？我不开心。哦，你做我们的专访不开心吗？不是，他这里说另择吉日啊，那另择吉日再做专访啊。那我们再约一个，下一次就是一样日子了，好不好？哎，这个可以，这个答案是为什么不呢？啊，那这个是不是很开心吗？对对对，所以做我们这访还是很开心的。是是是。一贯创意，罐罐惊喜，有趣有料有爱的摸鱼新姿势尽在鱼罐头。大家好，我是 BB 周笔畅。因为咱们现在已经选出了自己的五人战队，那作为学姐，你的选人标准是什么样的？选人标准啊，就是还是会。实力是第一的。我这一个时钟倾斜，逃离无尽边界，原谅我曾经胆怯。没不是不是，就是综合来说嘛，对。那有没有从哪位学弟学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对，也会回想到那个时候自己就还是没出社会嘛，对，然后比较单纯，然后比较非常内向吧，对。那学校里的哪一个场景有充满你跟音乐之间的回忆呢？哇，我觉得可能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琴房吧。对于每一个音乐学院的人来说，然后可能都是琴房，就是。可能除了教室之外，然后去的最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待的最多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然后其实还是这么多年，然后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要去琴房的话，然后都是要靠抢。跟学弟学妹的相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们有代沟吗？代沟啊，我觉得还好哎，因为我本身也算是个蛮幼稚的人，就是应该还应该没有代沟吧。他们的一些梗，然后我也会，对，所以还行还行。有没有发生过那种就类似于让你惊讶或者觉得一下很难处理的这种状况，有吗？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是空气突然安静的时候，对，只能我来带一带吧，对，要不然怕他们也不敢发言什么的。鱼罐头，一罐创意，罐罐惊喜。